收紧这个刹车线两边，先松开这个螺丝，松开这个螺丝，然后双手捏住这个刹车块两边，然后把这个线收紧，然后螺丝旋紧，两边的间距看一下了解，假如要是太紧的话也不好，太紧的话你就线放松一点，这个螺丝松开，线放松一点就行了。